制服有还难顶，狼死正经影裙底。一个当差19年驻守机场的38岁军装男警，清晨搭机场巴士E22，由牛头角的屋企上车翻工，撞啱个28岁的郭太空姐在黄大仙上车，坐在佢隔离。朝早7点，上层差不多爆满晒呀，大部分人在度瞌紧眼瞓。当去到青马桥，个空姐突然扎醒，发现有手机对正自己裙底，咸湿警冇爆自己身份之余，仲话系影紧风景。接报的警员在机场总站度等，揭发咸湿佬竟然是伙计呀。至于巴士上的片段怀疑被人 delete 咗，但系都以有违公德罪将佢拘捕。近年偷拍裙底日益猖獗，涉案嘅唔止纪律部队嘅人，甚至会计、大学生都有。法改会早前就建议列为性侵犯罪行，加重刑罚。